即摆八点动，喊你规时讲伫个舞台前，甲大家见面。平常时拢伫八点才看会到，你好。现场现场演者无观看，大家看卖好唔好？好不？现场来。哎，现场拍只破坏哦。即是讲哦，你爱去真正拍电影咧现场才会看，我都感觉讲哦，即演员伊是毋是用感情？伊是毋是甲舞台剧同款？你面对面安尼哦，现场迄个气氛无啥同款。来来来，来来，感觉一下，感觉。来，咱 来出一下这个渣男。较困难的啦，渣男，渣男要跟女朋友分手，还是甲某切一种？哎，你前来背剧本的，无剧本的更加多。无了就剧本。而且这渣男，渣男的意思是讲，阮爱搬，阮查甫爱搬渣，很渣呢。很渣，很渣，很渣。就是做笨手一种的啦。啊。来，第一组江国斌、苗可丽请教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恁两个要分手哦，查甫要分手。查甫要跟我分手。好。来，预备，起咪。阿娜达，阿娜达。先等一下。哈？唔通手安尼牵。啥那啦？咱唔是要去食暗顿？唔是啦，可丽。嗯。有一件代志哦，我一定爱甲你讲啊。你讲啊，你别爱说，我拢会说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好，你也能答应我。好好，我会生你，所以我专工趁我生你，顺便甲你。我今日碰胖水，我洗香香。好好好好。你搁安那想想。我饭店拢订好啊。好，你讲完未？哦。要我讲嘛？啊，你讲。因为你今仔那讲，我拢无可能会去间饭店的。哦，我要甲你讲啊，真简单，我要甲你分手。我，啊，你一定是开玩笑的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立马说句话啊，我要甲你分手。为什么？咱两个不是就好诶，咱怎个？咱讲到，昨个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唔通阁讲。啊！你安尼人会误会足多，唔通一直话来。我要甲你分手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不是就害？你昨有甲我讲啊？你讲咱两个爸爸爸。你讲话当讲较紧的无？什么爸爸？无啦！你为什么甲我分手？我甲你分手原因真简单。就是答辩，你讲爸爸的时阵，你的嘴实太吵。我为什么有吵？我拢有洗嘴，我逐天拢有洗嘴呢。你逐天拢有洗嘴，我知影。啊，不过你嘛，逐天食韭菜，搁食蒜头，迄个味，迄个味已经走你的血内面，你怎么规身躯啊？拢哦，做嘛较好。当初是约我的时阵，啊，讲什么我咧食蒜头、食韭菜，超赞的。啊，讲什么来跟我讲话，秘书咧吃水饺的。哦，你妈！你妈要跟我分手，就嫌我吵。什么嘛？你我吵你个死的啦！哼，我跟你讲，要跟我分手，哼，哼。OK， 啊，你这个时阵第一个找我跟咱入来，看安怎演。江国斌嘛是要跟伊分手。我有八卡侪哦。对对对。你个渣男咩？真正拢无劲诶。小冰冰，你半夜那么着急打电话给我干嘛？因为我不想再过到明天，所以我即马先跟你讲，打电话给你就是叫你紧来，我要亲嘴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我要跟你分手。冰，那是我的四果冰，我是八宝冰啊。喂，为什么呢？你要跟我分手？人家迷，底下民宿，又过一间，啊，再给他一间俩，不过我也别坑你知影无，拢比港间啊。冰，为什么？咱两个冬天时山明海色，咱讲高高的山会垮下来，天上的星会跳下来，拢是为着我。啊，你什么拢要给我？你今仔日讲出这款的话。你忙个海了，你别冰，惊恐，因为我常常去发现，我喜欢查甫的。冰，你今仔日竟然讲这句话，你爱喜欢查甫？不你给我较早讲的。我买菜做杂波的啊！哎呦，那是我随时来配合你啊！啊，你老什么需要？啊，我爱杂波，我爱低歌的不？
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卖袂歹。你唔通，你唔通，我吓惊你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恁两个，对嘛？要对你讲恁做嘛呢？好啊，我早囝会使啊。来，要分手的原因无同款哦，恁来家己想无好势啊吼。来，身为女主角，黄玉荣男主角，来恁家边啊，咦，贝贝，赶快分手第二把，你贝 ，Kimmy 啦。Honey。哎 ，Baby。Honey。再来。唔通惊，这样话。安怎？你起来了就好啊。是安怎？今仔日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要跟你说。什么事情啊？我想要跟你分手。啊？分手？分手。分手？对。你说真实的？是。为什么？你想要知道原因吗？我当然也想要知道啊。哦，别再过来啊。好，我跟你说原因。你敢会记得有一次咱两个人伫咧厝诶食饭诶时阵，足欢喜诶。我会记得啊，伫迄间对无？哎，如果是迄间顶下阁嘛有拄着迄个国宾哥嘛？对，就是迄间。欢喜诶啊！对。嘿。啊，食到一半咧，我香香有闻到，敢若有屎尿气诶味，为怎下骹走出来？屎尿气？对。啊，真恐怖！我咧想讲，安尼足破坏气氛诶。对。我想讲，落来吹看卖，是毋是真正有屎尿气？爱吹。对，我好后来去找，哎，真正给我找到，啊，不过不是屎尿气，是啥物？是你的脚真正足臭的。我的脚足臭的。对。啊，不过我刚刚弄洗脚，我搁有喷香水，你要闻看卖无？不，你即马徛伫遮。阿伯把鞋子脱掉，我就已经披掉了。你若是把鞋子脱掉，这香蕉走了嘞，还是要安怎嘞？啊！啊，不过咱昨在迄间的时阵，你才跟我讲，我的脚就胖的，你袂记得啊？迄不是我，你是甲谁？你是不是见着人啊？你别走！恁祖妈较好嘞！我跟你讲，我学考你姐，莫讲我讲，恁祖妈。哎呀，你也不要骂人，你叫拍死！无即句我听你骂，恁祖妈较好嘞，好啊，来你说嘞，哦，恁祖妈较，你叫一个玉女公嘿，后来恁两个恩仇未分清，我打巴掌嘛，好，继续，拍死，即摆是 NG 就对啦，你别，干嘛？我要跟你分手，你讲啥事？因为你的脚真正足臭的，我真正冻袂掉啊，好。分手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哼！这女主角走了哦，那个女一就是第一女主角，今麦第二女主角又过一遍了，开没啦？阴魂不散呐！小荣，是，小荣，你看我拢唔敢看你。你答辩啦，咱若是伫冤家的时阵哦，你若掠公的时阵啊，都袂输一只，三四嘞，三四。哎呦，看起来足惊人诶。是，对，是因为我足成动物了呀。对，啊，搁成啥物？啊，搁有，嘿，有当时啊，咱心情好的时阵，是要倒伫个名车顶，研究一寡做人的道理的时阵。我知，你就会雄雄变成一只。大蟒蛇，可怜。嘿，大蟒蛇敢有生头毛生得长的？讨厌！这就是我要跟你分手的原因，因为我真正无得甲一只动物做伙。阿贺，小荣，你平常时啊，讲安尼山明海色，我今仔日呢？我真正无要拍死！你好恶心哦，够歹！